要去好幸运啊。帮你们录一下，不然我们刚刚还跑去买鸡卡。嗨，很坚持好不好？还有礼物，送我朋友，这礼物有点一模一样。哇，是什么？表演的哦，你是学剧场对不对？哇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男嘴夹哦。这个可以吃吗？不行不行啊，不能吃啊！真的好可爱，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包的哎。A mother's love will shimmer as moonlight glows in her beloved children. 谢谢。有一个是 Daisy， 这个，怎么这么用心啊？疯掉哎！真的超可爱。你知道夹在我自己身上？可以。吃好就看你吃奶水，小朋友进来的时候你就抢过来吃，妈妈也要，对，是妈妈的，你说这是在壁炉买的小包包，手工织的。好，羊驼毛，羊驼毛吧，你怎么都吃？不是吃羊驼包，就是买羊驼包。羊驼好吃。他那天问我说，我们要不要去阳明山看羊驼？他讲说羊驼好吃的那瞬间，我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会吃。The world is still and all。 前礼拜三的时候，我们去做了倒数第二次的产检，就是37周的第一天。然后宝宝跟我都很平安、很健康，看了超音波，结果完全看不出什么东西。他一直趴着哦。因为现在里面就是很挤，所以看不太到宝宝的，你知道表情啊、位置啊，一整个超音波我就是一直都搞不懂我在看什么。然后我们就约了下一次最后一次的产检，4月9号。突然觉得时间过好快，4月9号产检过后，4月11号我们就要住院，然后做剖腹产的手术。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个东西是。我大概一个月前就发现我的右手腕跟大拇指这边就觉得有点痛，一开始没有很在意，因为就是那个痛感其实并不明显，但工作的时候我需要修图、需要写 blog、需要 edit video。后来就是我发现我这样一转，或者是大拇指这样一动，就超痛，痛痛痛痛到左手也开始痛，反正后来就两只手就一起痛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问了妈妈之后，真的妈妈太厉害，水晶的妈妈太厉害了，她真的什么都知道，她就说这叫做妈妈手。我想说什么是妈妈手？不是人家都说抱小孩啊才会有的妈妈手？她就说没有。
怀孕的时候也会有妈妈手，我就上网查了资料，妈妈到了怀孕的后期，体内会分泌一种松弛素的荷尔蒙，它为了让骨盆腔周围的关节韧带肌腱能产生松弛的作用，让子宫不会受到骨盆腔的挤压，让胎儿可以顺利成长跟出生，但同时呢，也会影响到其他部位的关节，造成支撑力减弱，让肌腱容易受伤，所以导致有些还未生产的妈妈在生产前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妈妈手。应该是说妈妈手这件事情呢，是产后可能会有，你运动伤害也会有，你抱宝宝也会有，但我没想到我在怀孕的期间就已经有了妈妈手，因为我已经痛了大概一个月了嘛，所以就是除了平常做热敷，你平常给他休息之外，因为我真的是痛到真的受不了，就会需要用到电脑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尤其是我要拿相机，相机很重，所以我一定需要一个可以帮我支撑大拇指跟手腕的地方，妈妈手主要是这里的部分跟手腕，所以我们在中山医院的附近有一个药局，它在急诊室的那个方向，我忘记叫什么药局了，然后他就有卖这种可以护大拇指跟手腕的护腕，然后把面剪一剪好了，像这样子。然后一样呢，因为我两只手都有，所以我两只手都要戴。那他一样的意思就是缠绕大拇指，然后再固定手腕。昨天买的吗？就是在工作用电脑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用，我觉得有点不方便，但是疼痛感会比较 OK。 那因为怀孕期间是因为受到荷尔蒙的影响，你可以用这个护腕然后热敷缓解疼痛，因为我其实大概在十几天就要去生了嘛，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就等我生完之后看怎么样再说，因为它是受荷尔蒙影响，它不是像人家运动伤害或是抱宝宝或者是发炎的状况，这样也是蛮酷的。好，装上我的妈妈手护腕，现在要来工作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要把这些剩下的东西都整理一下，因为今天是4月1号，那4月2号跟4月3号就是手在抖，等一下，4月2号跟4月3号呢就是VIP 的预购，那4月15号就是一般会员跟非会员的购买啊，手还在抖。好啦，就这样拿好了。桌上很乱，等一下好好来整理一下。每次设计包装、拍摄完、弄这些东西，每次都超乱的。我爸爸总是爱定做一些拉链的衬衫，没想到现在 Prada 出了一件拉链的衬衫，他走在时代的尖端呢。女生就是这样的啊，可是因为女生的也有，女生的姐姐很漂亮，连袖。对啊，所以爸爸从四年前就走在时代尖端了。真的，我真的超想的。这个就是生完之后可以穿的辣妹的搭配。你觉得哪一个颜色好看？白色。白色。嗯。有问男生跟我不中吗？我根本不会，男生不会喜欢右边那个颜色吧？那我选粉红色。好。不要我，居然有人给我吃到！嗨，你不要比寿星晚到哦。还好吧？没有吧？没有没有，还好。哎、欸，太扯了啦！上我们上没有陪你来？没有啊。上。干嘛？又不关他的事。他对着镜头跟他讲话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来。哎、欸，这比我想象中的大，有没有吓一跳？哇，很漂亮吧？它应该可以放地上，这会不会太高啊？
好像会哈、哦。然后他选甜点怎么办？就我们帮他吃啊。所以等一下就会很多蛋糕。对，也好也好。要拿叉子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没。我按了，站起来。大家给我做一个。Happy birthday, Jennifer。那我。对啊。你不是汉字吗？我还以为我英文念错了。哦，生日快乐！因为5月5号我不在啊，我在坐月子。好丑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Jennifer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已经来了。你的字，你也不用那么矮啦，这样还可以，还行。一是身体健康，第二就是希望大家在人生这个阶段所有的目标都可以达成。嗯，这愿望蛮方便的，还可以，蛮多元，你自己去填许愿，谢谢，还可以啦。然后今天实在是太惊恐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 for my birthday， 下次就要看到小仙女了，真的好激动、啊，仙女，你来了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有点讨厌，你居然在录影还拍照。我在录影啊！哦哦，我一直以为尴尬了，对啊，我最喜欢过敏，就点我喜欢吃，我吃什么东西会死掉？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谁在吃蛋和小黄瓜会死掉？你心情不好都要死掉的。你吃了、哦、什么东西？不吃蛋吗？不喜欢吃之前啊。现在喜欢的吃的那么开心。之前我吃 gluten free 跟 dairy free 啊，因为身体有关系。可是你现在喜欢那个小黄瓜的味道？不喜欢。我之前也吃过坏掉。这个是为什么一直吃坏掉的东西？对啊，你怎么会一直吃到坏掉？我妈就很呛啊，这是蜡烛。这段请剪进去。雪婷的妈妈说：“雪婷的妈妈很呛。”妈妈很强。这个影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就不是，因为我妈就是那种，她就是那种事业上很厉害的人，可是她就是生活白痴，然后她就是会很常就我们小时候跟我们吃坏掉的东西，就是坏掉的牛奶我也喝过啊，那你家喝牛奶吗？然后烧焦的稀饭啊，这个还就是反正就烧焦或坏掉我都吃过了。哇，这妈妈真的，她就是很厉害。她把你忘在哪里？她把你忘在哪里过吗？有，就是回家发现孩子在卖场，还在玩。就记得她骑车带我去上课啊，然后她就是我就掉下去，然后你妈老师还没发现。然后我骑车骑到一段，我想说奇怪，好像轻轻什么都没有抱她这样，然后她回头发现我不见了。那你们有怎样吗？我还好，我没怎样。就那时候小学四五年级，那也蛮大了、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可以自己安全过嘞。所以你就很看妈妈，又在原地哭吗？没有，他那么大哭什么？或者是我真的摸不着，或者是忘记接我放学啊？哦，这个，我说一个小时候奇怪，为什么女儿我要去接她放学？怎么发生？后来我就跟他说、哦，我以后自己坐公车。要么是坐 taxi， 不然我放在 taxi 上面啊，吃的等你。很多这种事情啊，你现在录下来了，就是你以后不要做这种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会把这些都丢掉。其实也蛮坑的。对啊，我就可能是因为我妈的关系，就觉得她这样养我，我也可以这么大哟。那也不可能，只是有些东西不吃而已。小黄瓜、洋葱坏掉，牛奶稀饭，牛奶坏掉是超恶心的哦，而且连喝都不会喝下去了。对啊，那蛮重吗？不懂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喝下去，想说什么味道？为什么一块一块？没有，这不是我包的啦。是谁？就是包装的人包的，所以他必须要很会包，不过我付他钱哦。有没有很像你？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像？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它是蜡烛。
烛长这样。我要让旁边拉长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拆开，你给 Debbie 看一下。它是很像。很像吗？超像，那我问像到底像不像？很像。等会我不更新的。我有不更新吗？剪刀给你，因为今天是三十七周最后一天，所以琳达要把三十七周气球吃掉。刚刚吃那一次，我忘记开麦克风了，因为它现在两个洞。哎、欸，你都不会舍不得哦。你明天就要有三十八了。好啦好啦，对不对？好好豁达哦。好，好，拜拜。还有三啊？对，还有三。三岁的证明。哎、欸，你好可怕哦。一泄我心头之恨。什么恨啊？秘密。什么？太好了。没有恨，没有恨。烂烂的一团，你们。好爽哦！爽哦！爽！我就是今天就想好我要做这件事情。Today is a good day。对啊，因为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。明天三十八周第一天，三十八周，然后礼拜天就要去住院。对啊，三十七，拜拜。